这次最新的一番赏，克维拉西赏，它有两只普通形态跟金属形态。它都是本体一只，然后尾巴，还有卡角小底座。西赏克维拉普通形态，哇，这个角度相当之销魂啊！出场的时候就是这个帅姿势，哇，整身采用的是一种瘦高型的，跟佛大王的这种身体比例其实差蛮多的。头雕，他们家族就是这一种邪恶，还有这种轻视别人的这种微笑。啊，科维拉这一只的头中间的这个钢琴烤漆非常有质感，可以看到中间跟旁边两边的色泽是不一样的，相当之好看。然后周围白色的这部分其实都有做了一些这种类似烟熏的这种渐层处理。头雕真的是帅爆，他上半身这种盔甲强化的样子也是全部都有做一个涂装上的这种加深的处理程序，然后看起来没有那么单调，相当相当好看。肌肉线条手臂的地方渐层的阴影感全部加深给你，没有马虎。脖子暴露青筋的部分，背肌也是，然后腹肌的地方，它就是因为是瘦高型，它就没有一种爆炸肌肉的那种感觉。然后拳头这里，全部都是有做一个涂装的渐层，开始延续到腹部以下，大腿肌的部分，整个以身体来说，都完完全全的用了渐层，然后在上面，特别是肌肉线条上面，都会加深了这种黑色的痕迹。然后小腿的部分，白色盔甲这边跟上面一样，这种烟熏式的涂装。然后脚，它连脚也不是一个单一色系，全部都有加深。脚趾甲的部分做的都算是水准以上。看侧面，这样看过去，完完全全没有一个单一色系。另外一边也是，尾巴部分相当的粗大，尾巴的部分你乍看之下类似是一个单一色系，但是它上里面也是有用了一点点的这种颜色的渐层，不在一个单一的颜色，就是有微微的这种感觉，非常的厚实。整个就是从后面，然后卷到前面，前面尖尖的这边，非常非常沙的一只。后面这里，后面的涂装的这一种渐层的感觉，就跟前面其实差的蛮多的。
前面就是这样子，后面，但是它后面也是算有处理过。再來看金属版的，金属版的可以看得到，如果是这个样子，还没有安装尾巴之前，你都可以做一个站立的动作。那如果把尾巴装上去，一样也可以，但是神奇的是，我这一只普通版的它是没有办法做站立的动作，可能一定要靠卡脚和小底座。啊，整个金属版的感觉就是采用一个这种电镀色。脱掉部分，哇，算是霸气十足。整个以脸部来说的话，就是改成银色的，然后手臂这边都可以看到，这边还有类似这种机械化的这种小细节，都在这边。脚踝、膝盖这里全部都采用一个机械化，甚至连脚掌、手、尾巴部分，完完全全彻底的机械化。腰的地方，它跟一般版做一个比较，我整个是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刚说的金属化地方小细节，跟一般版的地方，这样子两只一拿过来这样比起来，非常的明显。然后就连我说的膝盖的地方也是，脚踝，然后还有脚掌、拳头这边，手臂，甚至连头的两侧。非常明显，整个背面也是。膝盖，我让两只真的算是截然不同，虽然是同一个模。它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都不尽相同。我个人是觉得两只真的是都是相当相当的帅气。整个机械感的感觉还蛮浓郁的。以脸的头雕来讲的话，最不一样的就是嘴巴这个部分。这一只它是微笑的，啊，这只很明显
它是没有任何效了。还有脸的这两条，这边是红色的，然后这边变成都是金属板。表情最大的不同，嘴巴，还有嘴巴旁边的线条感，这边这样子正面就非常明显。我个人认为官网的这种高度的资料可能有所小失误，非常明显的两只摆起来其实是高度不一样的，金属科维拉非常非常的明显，小的比左边这一只它最原始的造型还要来的更加的小了一些些，这样两只站在一起其实身高的差距算是相当的明显。那你不管是侧面或是正面，啊，你都可以感觉到金属的科维拉板真的比这一只还要再来小的一些，感觉就是整个做一个比较精壮的感觉，就整个缩小。看脚这边也是非常明显，但至于其他的地方倒是还好，但是整个比例有变小了一些。那这是两只放在一起算是相当明显的一个比例的这种比较，再加上它两个这种卡脚小底座其实两只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就是我讲的脚的大小也是不同，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一只的底座放到这一只其实是不太合的，所以这一点是算还蛮重要的。那刚刚金属的科维拉这边尾巴的部分没有很仔细看到，里面跟外面这两种颜色，里面就是银色，外面颜色就这样。这两只科维拉普通形态跟金属形态竟然大小是截然不同的，那金属形态又是再缩小了一点点，那整体的涂装以电镀为一个基底，哇，其实实体算是还蛮好看的，而且也是蛮有质感的。那普板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经典，刚出厂的那种模样，整个以神情动作还有其他小细节的话，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水准。那加上如果金属版的科维拉来说的话，机械化部分有完整的这种呈现出来，那整体的这种色泽光泽感也是非常非常的销魂，超级无敌好看。喜欢科维拉的真的蛮推荐，不要错过这两只。那之后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之前出的一番赏的终极型的科维拉来做一个比较，因为要把那只找出来需要一点时间。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Love and Peace， 拜拜。